将姐要交出来，我把姐要交出来，你就会放我走吗？拓跋玉，你恶贯满盈，自然难逃国法。但是念在你是我皇叔的份上，我会给你尊严和体面。 俊儿，我从来不用人家的可怜，左右都是死，我们叔侄俩就一起上路吧。我算一算，这段时间你身上的毒也应该发作了吧？哎呀，黄泉路上有你与朕同行。 不止两个人，是三个。好啊，今日我就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李成亮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怎么办啊？ 他也中了跟你一样的毒，拓跋玉，你一定心痛难忍吧？把他给我押走！走！ 天意，天意！解药在哪儿？告诉我解药到底在哪儿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未央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拓跋玉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交出解药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 拓跋玉，你想杀我，可以，但求你看在拓跋玉同是皇室的血脉，放过他。我李未央这辈子没有求过人，现在算是我临死前求你一次。 求你放过拓跋玉，未央，未央。好啊，朕把解药交出来。君儿，随朕来吧。李明德，我让你等住。 怎么只有一颗？没错，只有一颗。你和李未央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。拓跋玉，我很想知道你会怎么选择。如果是未央，他一定会把药留给我。我也一样。我希望活着的是未央。我希望他永远比我活得好。拓跋玉。 你根本就不懂爱，愚蠢。
我求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真的爱过未央，我希望你以后什么都不要说。哼，蜜桃，蜜桃，我一定要找到蜜桃，蜜桃，蜜桃，皇上，你等我。药已经拿回来了，你吃过了吗？我吃了。那你的毒解了没有？拖把去。跟你开玩笑的，这不是神仙药，哪能吃了就好？不过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来，你也赶紧吃了吧。不要吃了就好了。我们总算是挺过来了。别老抱着，撒手。不要，我们走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拓跋君，殿下。拓跋君，殿下。拓跋君，拓跋君，你怎么了？拓跋君，拓跋君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不是吃过药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世上只有一颗解药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拓跋君，他为了救你，自然只能自己去死。拓跋君，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傻瓜！你不要死，拓跋君。如果你有事，你要是有个玩意，我也不会独活。拓跋君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答应我活下去，快乐的活下去。拓跋君，拓跋君，你一定要活下来，拓跋君。